中午12点，对，12点半。然后我现在人在香港国际机场，为什么？大家有看到吗？这是机场，看到吗？机场。今天为什么会来机场？所以我要接伊恩的机，因为呢，他今天要来香港，大概36小时快闪。然后，对，他是跟我说不用来接他了，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优秀又贴心的女朋友，应该是要来一下的吧。我刚刚搭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机场巴士，然后刚收到他的讯息说他刚降落，但是还没过海关，所以我估应该可能在就是15到20分钟吧。然后我现在非常 tempted， 因为我看我前面有什么，你知道吗？你们看不到，但是是一间天人名茶。Hello, my coworkers got COVID. 这人刚出来的时候穿了一件刷毛的 sweatshirt， 还有一件外套，太低估香港的天气了。好热，好闷。他在整衣服上全部都是汗。嗯，好吧，走吧。Go. Ian, being a Hong Kongese.好牛丸好了我一个乌兰熏熏啦炸酱通pork belly 烧麦煎 OK 啊番茄那个番茄通牛鱼鱼腐还有我要加三只的鸡翼冻柠茶烧甜烧冰冻柠茶烧甜烧冰好就是这样 OK 啊好 OK 麻烦怎么样不错Hello everybody，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大概8点半左右。因为我后面这位先生，他前两天去出差，然后他两天只睡了多少个小时？6。嗯，所以他刚一回到家就马上睡死了，一路睡死。哎呦，睡饱了，睡饱了。我们今天晚餐应该想吃小火锅，所以我们现在出去买材料。好，拜拜。卡加，卡加。我差点有菜花，不太好。我做给你一个花，一朵花。这是我第一次从你手上接过花。第二次。第一次。我们上次做泡泡，我也有做一个菜花。OK， 谢谢。你猜他们是谁 ？OK， this is Jimin。蓝色的那个呢 ？RM。Oh, nice. 这两个是那两个长起来一样的。谁长得一样 ？Jungkook and V 呀。V 呀。Are you vibing? Oh. Wow, feast. 做 key holder， and then 上面写一个 welcome 或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个板子，然后你每天回家的时候就这样把它粘上去，是不是很可爱？有可爱到吧？有吧？
with your body next to me on rainy days. Just need your company, don't need too much. Just your这次为什么来香港呢？是因为他前两天临时被派去中国出差，所以其实我也是大概一个礼拜之前才知道他要来香港的。嗯，对，因为他之前那个去中国的 visa 有点小问题。Do you have something to share? It hurts. Sorry.因为Ian是加拿大人，所以他去中国其实是需要签证的。他本来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台胞证，但是呢，他过期了，所以就变成他必须要重新申请中国签证啦。结果呢，他就特别飞回去加拿大，为了处理这件事情，结果没有成功。他就很多原因，我也不知道，没办法 control 的原因。对，因为我是定10:30，然后 embassy 是9:00开，所以我8:30去 embassy。等到11:00，他跟我聊说这个 visa 怎么拿 ，and then they accepted it， 然后就很惊讶，就哇，然后星期一回去拿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早上有开会，我就想说哦，反正只是 pick up visa， 结果等到下午4:00。But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嗯。然后昨天我就发了一个 story 啦，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问题想问，就是想做个 mini Q&A， 大家问的好像都真的都差不多，最多就是问我们什么时候要结束 long D 啦，什么时候要结婚啊。怎样？这个问题也太无聊了。对啊，你回答大家啊，我们什么时候要结婚？你哪时候来？我在等他什么时候要 propose 啊。我在等他什么时候要来美国。所以啊，我们就互相在等对方，然后就卡在中间了。你不对对对对。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跟我结婚之后，生活上会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Everything. Everything. 衣服会很乱。真的吗 ？Yeah. Oh, that one is yours.Really? That one's mine. That one is yours. This is yours. Sure. 晚睡。晚睡。开车技术可能需要练习一下。Excuse me? 开车技术你好意思讲我、哦、对不起、哦、你开车还蛮稳的。好意思的。我跟他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是洗澡水的温度。他洗澡的时候，我整个感觉皮肤要被烫熟了，你知道吗？哦。第二个呢是，他每次洗完澡出来，整个浴室都会是湿的，就是 completely wet。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已经有那个止滑垫可以让大家。你的止滑垫不会吸水。它会吸水。不会。它会。不会。它会。不会。我们想要定居在哪里？短期内应该会是去。美国，但是就是中长期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亚洲。下一题是我们要怎么解决时差的问题？例如说有很重要的时间要聊啊，但是对方在睡觉或者在忙，我不知道，因为我两个的时差大概差了15小时吧。通常可能是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准那种要睡觉，或是他起床的时候我正在忙这样子。我不知道，如果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讲的话，我们就会约一个时间，例如说星期三。的几点我们想要来聊天或是来聊一聊重要的事情这样。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一个很制式化的东西，但当你在 long D 的时候或是有时差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觉得还蛮有用的。一开始我觉得蛮 不能接受的，就是我记得他还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好像很少 FaceTime 啊，我们很少就是联系。他跟我说要发 Google Calendar 的那个邀请。我那时候觉得就是 What?Why？ 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蛮合理的。你最喜欢吃的料理是什么 ？What's your favorite cuisine？ 好吃的东西。哎呀，他 basically 吃 anything。I don't know。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冷淡期？冷淡期就是啊，冷淡期的中文不，英文要怎么讲？冷淡期的英文。Cold egg flag。我觉得，因为我们一直都在 long D， 所以其实很难说有什么冷淡期。说等我们遇到 A real problem。 对，等我们遇到之后。再跟你们说，但这真的可能会是问题。Oh no. Okay. Have you ever felt like giving up on the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because dating with people around you could be easier? 好像没有。Dating is never easy. 有一些人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不在你身边。如果你是完全不能接受 long D 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在进入一个relationship 之前就好好想一想，就是到某一个阶段之后，你要认识一个人，然后聊得来。然后觉得这个人又不错，然后互相喜欢对方，然后开始交往，然后开始谈恋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麻烦，不是麻烦，就是非常辛苦的过程。嗯，对。但我觉得我们是不在 long D 会
会变得更困，因为 long D 的时候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情，嗯 ，like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 schedule 其实都很忙，嗯，就一早到晚就我看大家看我们现在就是好像还不错，对不对？等我们住在一起就是吵架的开始了，哦，因为我们可我不知道我们 schedule 不知道会不会太忙，然后如果两个都很忙的话，有时候可能晚上才会见面。哦，我们下一次的旅行要去哪里呢？我呢，五月的时候会去美国，然后我们应该想要去纽约跟 Boston。好久没有去东岸了。是谁先告白的 ？I would say it's me, but officially it's you。一起吧。好吧，说出对方的小动作或口头禅。你喜欢嘻嘻嘻嘻嘻嘻。啊？对对对对，好好好。啊？他常这样。What's your thoughts on your partner having opposite gender best friends and going out with them alone?我觉得很好啊。Yeah, I think so. 因为他的好朋友都是已经是好多好多年的，可能都十年的那些朋友。我的就是有的有一些 best friend， 像大家可能在 vlog 里面常常看到什么 Bill 啊、Jensen 啊，都是就真的也是很久很久的朋友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的 best friend、你的 partner 是认识的。Like 如果大家在一样地方的话，就去 hang out 一下这样。但如果我们今天要跟异性朋友出去的话，我们还是会跟对方说啦。一人有多高？183公分。哇、wow, ，你记得好清楚。Of course. Anyway， 今天差不多回答到这里。哎呦，眼睛好痒。帮助吗？没有，谢谢。啊，好痛、哦！我现在准备出门去吃个饭。Where to eat？ Where to eat？ 你在干嘛？我拜。Oh. 然后，营养餐，超蛋黄。Are you crying？ 不知不觉，我们又来到了晚餐时间。然后吃完这一餐之后，他就差不多要去机场了。吃完这餐要吃点心。这个就是点心啊，冰爽。要跟你说拜拜了，拜拜，好吧，拜 ，take care， 好好工作，你去工作，嗯，好，拜拜，不要太努力，这是什么 business 的握手，不要太努力，你要跟。